Please listen carefully.本周的周周报一开始呢，就是我们国产神车啊，这一个月呢正式的公布新产品的挂牌数量。新的神车的挂牌数字呢是3276。当然，这个我相信3200多辆的挂牌数字是跟产能有关啦、因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品 Ford Focus 只挂出了725张的单，所以为什么我会说只呢？因为事实上它的订单会更多啦，但是因为产线呢总是有一些猪队友、这个所谓的供应商呢，不管是订货不足或者是供应来不及，总之呢车子交不出来，但是订单还在手上、那这个真的是稍微比较可惜的一部分啦。那另外呢，进口的神车啦 RAV4 也是一样，就是上市了之后呢竟然一样、挂出了2661张牌，真的是让 CRV 这个国产 SUV 的王者啊，也直接的少了好几张单。那当然，这个就是这几个月呢，还会可以持续的观察啊、持续的观察这几辆重点的商品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个波动。当然，另外我们再看这些大家多数人知道的产品之后呢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特殊的车款了。特殊的车款啊、真的是之前我们遇过的这个。McLaren Senna 四月份呢，竟然也交出了这个七辆单啊，一挂牌了七辆，就表示国内你又多了这个七辆的这个机会，可以在路上看到这种超跑在路上跑。那当然，另外一个超跑等级的 SUV 呢，这个 Lamborghini Urus 哦，也在这一周呢挂上了七张单。那真的是，只能说国内的景气，真的是还不错的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人品味比较特别的一点，然后也有一些贸易商会进一些特殊需求的车款，那包含我们看到 Acura 的这个 ILX Hybrid， 好像是 Hybrid， 然后还有这种 Brabus 的 S900， 这个真的是，我相信他应该爱车跟这个性能控啊，应该是非常的夸张啦。当然，另外你要很有爱的话，还有 Bentley 的 Mustang EWB。你明明这个价格呢，你可能可以买到劳斯莱斯，但是你还是很低调的啊，要选择 Bentley 母上的 EWB 啊，这个是加长长轴全部客制化哦、我相信这辆车应该非常的漂亮。那当然更奇怪一点的 GNC 的 Yukon 啊，这个对，我相信这个应该是特殊需求的用车啦。那当然意大利车不会坏，这个所谓的 Fiat Panda Cross 竟然有人引进，而且据我所知好像是首牌的。当然最奇特的Porsche Carrera GT， 你没有听错，十年以上的车绝对可以挂牌。Carrera GT 在这个月间有两张单可以挂牌，而且真的是经过了十年以上的努力，应该讲没有不夸张了，十年以上的努力，它真的正式的可以合法挂牌上路。另外呢，这个国内啊，这个诡异的超跑，我一直认为它是诡异的车 ，AMG GT Four Door Coupe 也正式的发表了。他发表了四个车型啊、GT43、53、63跟 63S， 价格呢分别从这个518万到这个 63S 的1125万。GT Four Door Coupe， 我真的很不想要看到这种车型出现，因为本来这是 AMG GT 就 GT， 它竟然还是蹦出来的 Four Door Coupe， 这本来就是为了市场少数人喜好而推出的车款。那以这个美学来讲，个人我必须要讲，这是个人我不喜欢、那我相信多数人也不太喜欢，因为市场的销售数据、会代表了某些含义的意义啦、只是没想到我们伟大的这个国产品牌 国产品牌也即将在下个月也要推出这个国产的 GT 啊。上一周呢，我们在这个高雄啊、试驾了这个 Porsche 的 Macan 2。这辆车呢是这个主流车款 SUV 里面啊、这个许多人呢、都想要圆梦的话，想要买 Porsche 的话呢，你先从 Macan 开始。当然，我不会说它有什么好或坏，因为它就是一般的 SUV， 但是它挂着保时捷 logo， 然后呢，再用保时捷的购买机制，你只要进去了展间。你以为它是200多万出头吗？你200多万都可以拥有这辆车，
或许你可以，但是你常常会这个手滑点一点，你可能就变成三字头出来，甚至你可能要400多万，你可能才会买到一辆最入门的 Macan。 那既然许多人都喜欢这个 Macan， 我们这次呢就准备了 Macan 的模型车，真的是大家的这个胃口啊被养大了。分享一下这个影片啊，记得你的权限啊设为公开，那我们就会抽出抽出一位因为我就这一辆啊，一位的网友呢，然后就能够获得 Macan 2的这个模型车。但是我的条件来了，但是我希望这一次能够挑战一下，如果能有50个分享，这一辆我就会真的送出，如果不到的话我就自己没收了，怎么样，你咬我啊。好，有人说我很久没抽奖，我真的忘了抽，那现在真的赶快来抽一下发力，然后谁是新的车主没有，是 USB 我们抽了，善心人士做了这样的一个签表。好啦，那这个就是中黄中富这个我也不知道，第一次看到的网友恭喜，拍不到了，第一次怎么样，哎呦，总是让人家看一下，我没有作假，我就抽了这个啊。好，这个是应该是黄中富啊，黄中富这位网友，那请你看到这个影片的话呢，赶快跟我联络，就这样。